凤凰美洲快讯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约赞助并协同您健康的选择大田豆品联合赞助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12号晚会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希望推动巴方与以色列缔结最终地位协议，结束10年来的纷争。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号在华盛顿会晤，哈格尔特别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表达了美方的严重关切，并强调美国不承认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乘凤来去直航北京，自今年7月12号起，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300ER型客机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每周1、3、5日飞往北京，航班号 CA996-246日返回休斯顿，航班号 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舱座椅全部配备独立电源。预订咨询敬请垂询各大旅行社，登录国航网站或拨打销售热线800-882-8122。我这个人呢，非常注重生活品质。工作之余，我喜欢跑跑步，呼吸新鲜空气，听听小鸟叫。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是件特美妙的事儿。当然，除了健身之外呢，我也非常注重饮食，每天一杯大田豆浆，补充营养。大田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大田豆浆，滴滴新鲜，杯杯可口。欢迎回来，让我们来关注下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韩亚航空波音777客机今年7月在旧金山机场坠毁，造成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当时副驾驶疑似过于依赖自动驾驶系统，加上又是靠目视方式让飞机着陆，速度没有掌握好才会酿成大祸。透过最新公布影片可以看到，韩亚客机机身在地面上拖行，最后突然翻滚的惊悚过程。根据通话记录器显示，坠机前52秒，一名后备机师曾用英语和韩文警告飞机高度下降太快。负责开飞机的韩籍副驾驶也知道问题所在，却疑似因为跑道降落辅助系统还在维修，必须靠目视方式让飞机着陆才会发生不幸。经济消息方面，近日美国捷兰航空公司正式推出 FlyFi 服务，比以往的机内 WiFi 更快，而且限制也更少。捷兰航空公司推出客机 FlyFi 服务，并邀请外国传媒率先试用。同机内的 WiFi 相比， FlyFi 最大优势是充足宽频，速度快，而且不像一般机内 WiFi 所设的限制，可以使用 Skype 等通话模式。现时 FlyFi 预计首6个月免费使用，后期预计每小时$9。速度提升后啊，将即时可以看电影都不成问题。接下来是健康方面的消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昨日推出行政，将限制养殖者对猪、牛、鸡等禽畜滥用抗生素，并将最终禁止此类做法，因为它危害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增强人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减损药物对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治愈力。在新规下，药管局要求制药厂对抗生素类药的使用给予更详细的说明，以阻止养殖者为牲畜增产而滥用药物。规定还要求兽医监督农场主对牲畜使用抗生素的做法，要求农场主在需要时必须从兽医处获得抗生素。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亲爱的，我买了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 Triple Play， 准备在电话费上省钱了。Triple Play 的电话超贵的呀，为什么不换成 iTalk BB 呢？专门为华人量身定做的，我刚从 Verizon 换成 iTalk BB 了，怎么样，说话清楚的吧？相当清楚啊，但是号码会变吧？免费保留原号码呀，一个月才4.99元起，打多少算多少。聪明的
选择，更低的价格。姚明基金会合作伙伴 iTalk BB， 每月4.99元起，直播全美加全球，加20元立即升级成无限套装。iTalk BB 吗？我要转号呀。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 iTalk BB 相伴。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福特 CNEX Energy 惊奇登场，环保署预估市区油耗108 mpg， 享受插电 Hybrid 与行驶共乘车道的双重便利。福特 CNEX Energy 带您实现梦想的座驾。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Ford Go Further。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美国汽车大厂通用汽车近日宣布，资深主管巴拉将接任新任的执行长，于明年一月上任，掌管向来以男性为主流的通用汽车。巴拉为全球汽车业百年历史上首位女性执行长。巴拉目前担任通用汽车全球产品的开发、采购及供应链执行副总裁，负责通用汽车工程设计及品质控管。他18岁时进入通用汽车技术学校学习，首先成为一名工程师，之后陆续在制造设计部门历练多年。如今他已在通用工作33年。据报道，美国10月1日起算的预算年度前两个月赤字比去年同期缩减超过20%，显示财政状况进一步获得改善。财政部今天表示，11月的预算赤字为1352亿美元，比2012年11月减低21.4%。11月两月的赤字共达226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降低22.7%。税率上扬及经济转强，连带让税收增加，同时支出也放缓，这些趋势带动之下，去年的年度财政赤字已锐减到6800亿美元，创下5年来的新低点。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加拿大航空公司决定更新机队，向波音公司订购至少61架737 MAX 飞机，以取代部分空中巴士载体客机。加航表示，有关合约总值65亿美元，另外有权加订最多48架。新的737 MAX 飞机有3种大小规格，可配置126至180个座位。加航首批新机预计会在2017年交。或4年内全数复运。又到了聚精华尔街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沃伦为你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大家好，今天是周四啊，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最近啊股市走的不是特别好。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跟投资朋友讲过，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说好消息变成坏消息，也就是说如果好的经济数据出来股市会跌，但是这一个定律呢在上周五呢却没有应验啊。我们出来的美国的就业数据非常强，结果道琼指数直接就涨了198点，但是呢周二周三大盘出现下跌，周三的股数的点数呢已经下跌，是创下了5周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下跌的点数啊。那么下周呢市场上同一天下周四呢这个走势呢非常重要，因为周三呢美联储将会决定到底要不要退出量化宽松，退多少。如果说退了的话，那么可能对新兴市场、对小盘股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这些社交媒体类的股票是不是涨的？像 Twitter 创出了它的历史的新高，是不是回光返照？是不是见顶了？啊，见死光了？那么下周就可定论啊。那么我今天呢要讲一下，就是这个周一呢我们曾经谈到一个话题，如何投资 OTC。OTC 的小低价的股票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大家都忙着去买年货啊，送东西买礼品啊，这些都要花到钱。那么我们这个周一讲的这个 XUII 呢今天又发了一条新闻，说他要并购一个2000万营收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股价呢，已经从我们周一开始讲的这个价格呢，已经翻了一个倍。大家可以看图一，我在图一上想的呢，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出现这个突破这个点位，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逼空的行情啊，不是非常幸运的呢，这个预测呢说中了。那么后市怎么操作？那么这个图上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也许是涨500倍或者涨400倍啊，对不起，500%还是400%翻5倍、4倍，那么今天的行情就会来决定。那么恭喜在座的所有的来看这个我们周一节目的朋友们，奥神金股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报率，这笔钱呢足够大家去买很好的东西了。OK。那么今天我还要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哪一种赚钱的模式，投资哪一类股票你有赚钱的希望。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投资转板的概念股。什么叫转板？就是从 OTCBB 转到纳斯达克。来看一下图二，我们一直讲的 STVS， Steven 刘在我们这个每周华尔街节目当中已经出现了 N 次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从今年的一年，它已经翻了一个倍。今天我看了整个道琼指数、纳斯达克的翻倍啊 percentage 的话，大概在30%-35%到39%、35%左右。那么 STVS 今年的表现是 double， 而且现在交易在它的5.01的52周新高的下面一点点，这个是非常好的回报率。第三张图呢，我想跟大家讲最近刚刚转板成功的有一只股票叫 ICLD， 这个股票一上纳斯达克，瞬间呢两天之内就涨了4倍。那么很多朋友说，哎 ，Warren， 这些都是马后炮了，我们有没有前面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些股票？那么今天我就提醒大家，我们发现了一只非常好的即将转板的一个油田股。虽然股市最近啊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一个下跌，但是油田、油价、黄金的价格都在上升。那么投资这个公司呢，代号是 EOPT， 大家记一下 EOPT 这一家公司呢，根据它的 10Q filing， 我们不是交易内线交易，我们是从这个 10Q 的报告当中发觉到，它已经正在申请转板，从上今年的7月30号，在270天，也就是9个月之内呢，它必须要申请转板。所以这个股价呢，依然可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股票代号是 EOPT。好，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下周一再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详细的新闻内容请收看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我是张梦，感谢您的收看。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的热点微博。电影版的《野蛮女友》啊，我想很多观众都看过了，现在立刻带大家看看什么是现实版的《野蛮女友》。顺德一男子因挂断了女友的电话，被女友连续用4个啤酒瓶、2个玻璃杯爆头了，殴打近1个小时。野蛮女友还用玻璃碎片多次刮了男友的双臂，以致其需要缝针超过40针。据悉，这名女友来自一所著名的高校，男友则是潜伏工厂打工的富二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你相信有圣诞老人吗？加拿大一家航空公司在机场设立了一个大屏幕，乘客在登机前向圣诞老人说出愿望。航班抵达后，乘客们像往常一样等待行李，突然音乐声响起，空中飘起了雪花，圣诞奇迹出现了，传送带上送来了他们梦想中的圣诞礼物。最后让我们来看这条微博：
Tuna 是一只吉娃娃和腊肠狗的混血，患有副咬合和下颚功能障碍，看上去啊，像长了一副龅牙一样。前主人抛弃后啊，在南加州流浪。2011年被现在的主人考特尼收养。他不用故意的卖萌，单靠可爱的龅牙，就在 Instagram 上吸引了60万的粉丝，并拥有了自己的网上潮店，收益全数啊，也捐给了美国爱护动物协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我们下期再会。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